好，第二场比赛，国马三岁1200米的入障壁，丢具已经出发，没有马匹慢闸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排在比赛最前面的马匹，就是位于外栏的9号马火烈鸟，在半个马位，然后中间可以看到的就是2号马喜乐宝，再往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黑红相间的10号马腾龟神华，后面可以看到位于中间的就是2号马喜乐宝，已经掉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五位，中间是第三位变成红色彩毛的重力快车，后边可以看到绿色彩毛就是7号马豪龙小人，在本场比赛第四位，后边就是4号马风雨者，再往后面可以看到白色彩毛就是5号马永强风暴，再来本场比赛最后的两匹马可以看到就是蓝色彩衣的6号马乌尼尔，然后是黄色彩衣的13号马重力大关，已经是在过弯了，现在是一个马位领先，在前的就是9号马火烈鸟，在我旁边可以看到半个马位之隔已经变成了8号马重力快车，重力快车的差距距离头马已经越来越小了，但是开始偏外栏，中间可以看到内栏的4号马风雨者的速度非常快，已经赶来上来内栏另外一圈白色彩帽的，可以看到就是11号马华星寒月，最后的250米，现在领先已经变成了4号马风雨者，领先在一个马位，其他马匹还是有机会的，后面苦苦在追的11号马华星寒月，最后150米外栏人赶了上来，7号马昊龙小帅领先在前，依然还没有变化，还是4号马风雨者，能不能够赶上来，4号马风雨者是不是第一个马位领先在前，冠军属于4号马风雨者。好，这